大家好，我是 Michael。 今天我带大家来到这个怡宝万年王市中心。怡宝万年王是一个怡宝发展迅速的城市之一。怡宝万年王离开怡宝市中心是非常之近的，只是区区十分钟车程。咁怡宝万年网咧，如今已经系发展成为首区一指嘅工业、商业同住宅嘅首选地点啦。咁大家有目共睹啦，这个车辆咧系非常之繁忙嘅。这个一点咧，亦可以证明开怡宝万年网嘅发展咧系非常之繁荣嘅。另外一个带动开万年王成为工商业的首选地点咧，系因为怡宝万年王咧系可以直接接驳到Ipoh-Lumut Highway。呢一点咧喺运输方面咧系提供开一个非常之好嘅优势。今日我要分享俾大家知道一下，点样去选择优质仓库产业嘅五大重点。第一，交通要方便；第二，保安要最好；第三，有巨大的空间；第四，附近拥有住宅区提供你员工的需求；第五，最紧要是低手段。为什么怡宝万年王成为怡宝工商业的首选地点呢？最主要的理由是怡宝万年王依处的人口和屋业发展是非常之稠密的。换句话来说，在怡宝万年王工商业的工人需求方面是提供得非常之多。今日我带大家来到这个万年王东区，咁依处咧系成为开成个万年王嘅工业、商业同住宅嘅首选地点啦。咁最主要嘅理由咧，系因为呢个万年王东区啦，喺交通喺同埋保安方面系最好嘅，而且呢个附近咧系拥有好多嘅屋业发展住宅区咧，提供开呢个工商业喺员工方面嘅需求，所以可以大家睇得到依处嘅工业啊操作咧系非常之活跃嘅。商业发展咧，亦都系非常之旺盛嘅。咁大家可以睇得到啦，依处提供开各种各类嘅商业活动，包括便利店啊、餐厅等等咧，提供你每日生活所需嘅必需品。东区成为咁多工商业经营者的首选地点咧，系因为依处个保安是最好的。除咗咁嚟讲，依处亦都有提供24小时的巡逻保安。所以万年王东区咧就是工业和仓库的最佳选择地点。今日等我介绍俾大家，万年王东区巨型 ECBC。巨型 ECBC 提供你最实用的设计、最好的规格、最大的空间。这个就是你购买巨型 ECBC 的最佳时刻。你只需要俾3000元訂金，我哋將會包辦所有嘅合同、銀行貸款嘅律師費同印花税，我哋亦都會幫你安排所有嘅銀行貸款。如果你喺依一個月嘅推介期間購買巨型 ECBC， 你將會額外獲得全套 CCTV 閉路電視同埋 Alarm System 裝備完全免費，千祈唔好錯過呢個購買巨型 ECBC 嘅最佳時刻。欲知详情，你可拨电集力产业019701-2222，
019-701-2222。拜拜。